现在这个形势大好，就是都很快，我看是很快的要过来，我是赶上两老，七七七的七十五岁也赶上两老。毕竟是咱们的国土，大家都是中国人哈，我觉得就是应该在一起，就是说的是得多进行交流，文化了、经济了各方面交流，就是让咱们更多的人认识台湾的青年、台湾青年也认识咱们中国大陆的青年，多好呢，是不是？ 尤其像张大千这次这个作品，由于这么路途遥远，来得很不便利，能带来这么多作品，这也能够保证我们能一饱眼福，我们感到很大的欣慰。在艺术的一个个性、时代和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环境，能够表现这么好的艺术家，我觉得值得。 介绍给这个同伴们，让大家了解这个艺术它的无限性，还有它的知识的再生，都是属于这是我们展览的一个动机。